好 ，OK， 这样就好。好，就是、啊、抱歉，我忘记双实验一了，就是他就知道他压力是，他不是零的时候，他会出来。哎，老师，但是我看到他已经是零了，你打开还是会出来。对，这时候的话，记得哈、哦，它里面沸点压力够大的时候，沸点是几度？假设101、102、103，到了这边最大压力大概一表压力 1.05、1.06， 这是考试要学的哦。1.05、1.06，加上基础一大气压，就是 2.05、2.06、2.1 个大气压，绝对气压就是这样子。它可以上到121度，所以现在它沸点是多少？可能是101。你突然打开，好来，没了，好就。但是你把它转回去之后，它压力再回回上升，好，就是我故意玩给你们看，因为我太熟了，熟到我知道怎么避免一些为安全上的问题的时候，以后你们在工厂、你们在实验室、你们在研究所的时候，哎，大概知道怎么样的时候要避免一些问题啊。但我现在道歉，我应该戴护目镜跟穿实验衣哦。但是我们老狐狸在基本上我在台湾读书，在美国读书，我们重视有不穿实验衣的，但没办法，录影的时候应该跟大家道歉，要穿实验衣。压力大概什么地方会怎么样？那如果里面你的液体很重要，你的液体很重要，你一打开对不对？瞬间变成一大气压，它里面会突沸，会突沸哈。来那个，好，先暂停住好了，哎。